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主持刘宝希。今日系我哋最后嘅一集，我哋呢一集咧嘅主题系人生的意义。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嘅人生，只要你稍为有理性咧，你都会提问你人生有啲咩意义。但系有趣嘅系咧，专门回答人生意义嘅科目咧，似乎唔系太多，唔系宗教就系哲学。咁今日我哋哲学有偈倾咧，正正就想试下从一个哲学嘅角度去回应呢个咁习以为常、老生常谈嘅课题。到底哲学地去探讨人生的意义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探讨呢个问题咧？佢会点样回答呢个问题咧？今日哲学有偈倾人生的意义，作为最后一集，想同大家探讨呢一个问题。咁我介绍下今日嘅阵容先啦。今日嘅阵容咧就系、是。全師兄弟的班別，就是我們的主持，就是出過的各個師兄弟，我們現在逐一去介紹一下。Yeah. 首先是關浩全，阿全，阿全都揸 IQ 的了，今天給我揸 IQ， 等你發揮一下你的水平。好了，然後呢沒什麼水平、康庭，康庭今天有趣就是我原來 一直都未拍過你的，我都要品嚐一下康庭追問的技巧，咁樣係啦，品嚐啊，已經唔敢再。另外仲有兩位咧，就係、是、分別係嚴叔啦，嚴叔就剪咗頭髮咁啊，非常之爽朗。有啲人話唔認得佢，我介紹翻先。呢、這個就係、是、楊俊彥嚴叔，係啦。最後一位咧就係朱文啦，係啊，朱文咧就係身形龐大，但思考纖細，係啦，非常之好嘅，係啦，咁啊又等佢發揮一下。唔係啊，佢整啲骨好幼噶，所以粗中有細啊，佢整唔到非常之好，係同佢思考一模一樣。咁啊，正式入題啦，我哋今日頭先我講到啦，即係人生意呢個問題咧，係一般無論讀哲學嘅人啦，或者係一般冇特別係冇讀哲學嘅人咧，對於呢個問題咧都好著迷，甚至會覺得呢個係讀哲學嘅人咧。應該提問的，我試下嘗試即係 formulate 下個問題，就係重整下到底而家我哋想點樣討論呢個問題先。就係、是、一般而言，就係我哋當追問人生意義嘅時候，其實咧想問啲乜嘢咧？其中一點我哋想探討嘅就係點解會咁多人想問呢個問題先？即、就、係、是、我哋而家唔直接呢一節啦，最少唔係直接答緊人生意義係啲咩先，就係、是、提問。當咁多人提問呢個問題，並且作為覺得自己可以回答呢個問題嘅時候。到底呢一個問題點解咁多人追問？好啦，你點睇？師兄弟，即管你啦。阿全最多睇法㗎啦。佢好有感觸㗎嘛。係啊，成日都係問呢個問題嚟。因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一個好有趣現象就係、是，即自從啟蒙時期去到特別係十九二十世紀咧，越嚟越多討論係關於例如存在啊，例如關於人生嘅意義啊，即例如係咩咧？就係例如存在主義啊，好多哲學家沙特啊，跟住一啲相關嘅哲學家，例如尼采啊、海德格啊等等等，都會直接間接咁討論咗一啲好似我哋會講嘅人生意義啊，或者一啲存在啊，或者一啲我哋人生在世嘅一啲處境嘅一啲問題。咁我就會覺得其實佢唔係一個偶然突然發生嘅思潮，我覺得佢回應緊我哋一個時代嘅問題嘅。我哋咩時代嘅問題呢？就係、是、我哋其實已經進入咗一個上帝已死嘅時代。咁點解即係點解會話佢咁樣回應緊個時代呢？就係、是、因為我哋會發現咧，其實宗教好勁嘅喎。以前宗教咧就解釋咗我哋點樣嚟啦，人類係點樣嚟㗎啦，就係、是、上帝創造我哋出嚟，上帝七日創世。咁跟住然後。我哋但係我哋嘅祖先啊，當阿娃咧，咁就犯咗罪，咁跟住然後咧就做咗啲上帝叫我哋唔好做嘅嘢，咁俾人趕咗出去，咁所以我哋有原罪喎。佢一嚟解釋咗我哋點樣嚟啦，解釋埋我哋人，我哋在世有咩目的啊？就我哋要贖罪啊。咁然後點贖罪啊？就係去到新約，我哋就會講啦，要愛啊嘛，要好似基督咁去愛，咁樣咁先活喺主嘅懷內。咁所以解釋埋我哋人生意義就係、是。我哋人生喺呢個人世度有咩目標啦？同埋就係甚至乎咧，佢建立咗一種生活俾我哋，就係、是、宗教嘅生活，就係、是、我哋一齊要去做基督要我哋做嘅嘢。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其實譬如我就係用西方社會做一個對照，就係、是、其實你想講咧其實以前啲人咧都可能會問人生意義的問題，但係點解問得冇咁多呢？因為有基督宗教解答咗佢呢方面嘅疑問、嗯，所以本身就係以前啲人冇問咁多原因就係、是、咧。就是已經有一個既定的答案，但而家時代改變了，是上帝已死。你係咪咁樣睇咧？因為我覺得幾奇怪嘅，就好似有啲時代嘅人咧係唔問人生意義咁樣。但係的確可能有啲人會咁理解喎，就係、是、呢個問題就淨係現代社會先至問嘅問題嚟、嗯、我估如果咁樣理解嘅時候，即係可能以前嘅人咧根本就冇呢個需要嘅，即係亦都可能係喎。如果哲學上係少啲喺以前啦，起碼係少啲討論呢個問題。嗯我又不會話完全冇，即係我諗總會有一些人自己忽然之間諗啊，我人生喺度做乜嘅咧咁樣，咁但我會話係越嚟越多咯，即係的而且確係呢個一個歷史嘅潮流，
一個歷史嘅發展，而就係因為上帝意思咩意思？就係一個文化現象嚟，就係上帝嘅影響力、教會嘅影響力喺我哋呢個特別係西方世界啦，越嚟越影響力低咗。所以佢嗰套對於世界嘅解釋啦，我哋人生再因為有科學，因為有好多我哋新嘅諗法，就覺得唔需要做宗教啦。所以宗教就成個退場喺我哋文化世界裏邊。我都想補充少少，我覺得宗教點解好似可以安頓到生命意義個問題，就係、是、我覺得宗教，例如頭先舉嘅基督教，係講到點解我哋喺呢度。係，即係譬如我哋問個杯有咩意義咁樣，其實係問緊點解佢喺度。咁點解佢喺度，就因為有個人整咗佢出嚟。咁似乎就係有個整咗佢出嚟，為咗係幫我哋飲水，所以就説明咗佢嘅意義。但係如果冇宗教嘅，我哋無從説明點解我哋會生存。如果有造物主咧，就係做嘅出嚟有啲咩 purpose？ 好似我哋係個杯咁啫嘛，咪就係、是、我哋係如果作為一個杯，就係、是、嗰個做我哋嗰陣決定咗我哋有啲咩目的、有啲咩目標、有啲咩功能，決定咗我嘅意義咯。但係原來如果冇上帝嘅，我哋不外乎係幾億萬年嚟嘅演化結果，冇理由嘅。咁似乎我哋就好難説明我哋作為一種嘢係有啲咩意義咯。咁我諗呢個係幾重要咯。因為我有個少少疑問嘅，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咧，時代問題唔能夠完全回答到個問題，就係、是、我覺得本身人想問一個人生意義嘅問題。不過咁啱咧，可能喺西方社會咁咧，基督宗教就喺以前嘅時代咧係回答到呢個問題。所以一路其實都有呢一個問題嘅，就係、是、我想問個人生意義係乜。不過咧，曾經有一個時代，基督宗教咧係回答到呢個問題，但係自從咧，好似阿全講起，就係、是、上帝已死嘅時候咧，佢就回答唔到啦。咁、似乎唔係啲人唔問呢個問題，而係有啲時代咧，好似圓滿地解答到或應付到啲需要。所以變咗就唔係唔問，只係冇唔需要擺上台面問，因為根本大家已經答咗啦，好似一個答案俾你啦。同埋係咪即係我唔知啊？劉寶，你嘅意思會唔會可以再講極端啲？直情呢個一個人類普遍嘅要求，我哋總有一個需求會問我哋人生在世有咩意義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永恆，即係你可以話永恆嘅問題，只不過係以前已經有一個宗教幫我哋解決咗，但去到依家就係我哋依家我哋就要諗到底，喂，我哋喺度做乜嘢啊？而我哋就冇一個答案啊嘛，亦都我哋都唔知道到底喺度做乜嘢好咁樣，所以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咯。因為頭先啱講嘅問題就係你針對我哋話西方社會啊、基督宗教啦咁樣，咁你有時睇下啲東方 ，OK， 咁你有時見到啲詩詞歌賦，生亦何歡，死亦何哀，即係似乎佢唔係既定某一個獨特嘅東方社會啊、西方社會啊，即係三千年前啊、三千年後，似乎人類普遍咧，我唔知咩原因啦，都會問呢個問題嘅，所以個時代問題。所以呢個我覺得劉寶嘅話講得啱啊，但係正正就我點解其實我有個睇法嘅，就係、是、我覺得用上帝已死，即係當然唔係話真係上帝死咗，係上帝我哋文化世界喺度退場啦，唔再文化中扮演咁重要角色嘅嗰個地位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成日都有個疑問嘅，如果你用上帝已死嚟解釋點解現代人會問人生意義問題咧，係解釋唔到其他社會嘅，因為譬如舉個例，中國社會就已經冇呢樣嘢，其實從來都冇一個咁樣超越嘅上帝扮演話俾我哋人生嘅意義嘅嗰個角色嘅。但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喺現代世界咧都係特別重要，即使喺中國嚟講都好啦。喺而家嘅文化圈咧，係比以前，譬如你以前都有人問生而好，死而哀，但係而家喺個文化嘅現象更加重要嘅，要問呢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更加重要嘅唔係上帝已死啦，係整個現代化。現代化最重要會產生嘅問題就係在於我覺得啊，係資本主義興起。你問我，因為資本主義以前好簡單講就係咧，以前任何一個社會咧，你作為農村社會咧，係已經你每一出世有傳統。話曬俾你知，你人生每個階段做咩啦？不論喺外國定係喺中國，定係喺任何一個文化，我覺得都會有呢個現象。但係資本主義嘅興起，正正就代表咩啊？就每一個人要為自己做決定。你作為一個個體，一粒子，你要同其他譬如唔同嘅公司、唔同人簽合約，你點樣去發揮自己？跟住你就要立問呢個問題啦。呢個以前從來冇人問嘅，就係、是、我究竟要去邊度，做啲乜嘢，要決定自己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事咧，當然係同一時間出現嘅，上帝已死同埋資本主義興起同一時間。但係更加有解釋力嘅，我覺得係。點資本主義興起，使一個人變得咁重要咯？或者我都想補充少少，即係資本主義，我覺得有另一個現象，令到啲人覺得人生意義嘅呢個問題更加緊迫嘅。即係好似劉寶話齋，唔係以前冇，而家有，係更加緊迫個 point 係。咁點解更加緊迫？就係關乎到資本主義成日俾人批評嘅異化嘅問題咯。我覺得，因為其實我覺得有一句有啲成日聽嘅説話幾顯示到呢個問題嘅，就係 work-life balance。即係好似工作同埋生命咧，係要平衡嘅。但係以前嘅人咧，奧馬克斯覺得以前就係工作就係體現佢嘅生命啊。但係現代咧就要平衡工作同埋生命嘅。咁所以就發現原來工作咧係我生命以外嘅，要 devote 好多時間同埋精力落去。工作即係為咗可以有生命而有嘅一個工具咯。就為咗揾食啦，工作嘅意就係揾食咯。
咁就唔係實現我生命意義嘅一啲活動咯。咁所以就會令到個問題更加緊迫啊！即、就、係、是、我究竟喺度做緊乜？我日日翻工廠，日日翻工，其實係為咗揾食，唔係為咗令到我哋生命有更加有意義嘅話，咁佢就會想喺其他地方尋求一啲意義上面嘅追尋或者慰藉咯。咁呢個亦都係資本主義另一個我覺得好重要的。我覺得解釋力強啲嘅，所以係康庭咧，康庭冇乜點講。我其實贊成你哋講法嘅，就係、是、首先就係唔一定係呢個時代啲人先會問生命意義嘅問題。不過咧，同以前唔同咧，就係、是、以前有一套現成嘅答案，所以就好容易就滿足到呢個要求。咁我覺得呢個時代仲有一個特徵，會令得我哋特別會問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呢個時代唔係好相信咧有客觀價值嘅，其實唔係好相信有一個絕對嘅價值喺呢個世界嗰度。咁我哋叫呢個多元價值嘅社會世界觀啦。咁係啦，所以好似所有價值咧都只不過係。我自己喜歡的啫，你隨時可以推翻嘅，跟住你就不知道究竟做人應該追求呢樣啊，定追求那樣好，咁就會有一個不是很確定的人生目的咯。結果就是會問人生意義的問題，以後得不到一個答案。所以即係開頭即係而家咁傾，就係我諗大家都冇乜點樣否認，就係人都會有追求人生意義呢個問題的趨向。不過咧，似乎個時代咧好似更加推進咗呢個問題，讓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回答。呢、这、一個問題，可能以前比較容易，就是、有一啲既定嘅思想系統就回答到，係咪咁樣咧？我唔知康點，即係我好快講一句就係、是，其實你問我咧，我唔覺得每個人都有追問呢個傾向嘅，因為如果有一個人已經活喺覺得有意義人生中咧，佢未必會褪後一步問呢個問題。即係譬如舉例，小弟就係、是、我坦白講，我係冇乜呢個唔係一個困擾，我冇問佢呢個問題，我可以當佢做一個學生有滿足啦、我會覺得又唔係話滿足，但係我係因為覺得 OK 咯，所以我冇問咯。但有時係個時日逼到呢個社會裏面好多人都會問，因為好多時候佢哋有個意義嘅失落，我覺得係。但如果你自己冇一個主觀嘅感受咧，你未必要問呢個問題，我覺得。咁唔係問題嘅，唔係問題。我甚至可以當呢個問題一個學術問題去探討。但係咁其實唔同嘅，因為好多人抽離，係啦，係抽離啲人，有啲係親切地覺得有個咁嘅困惑啊嘛。我估即係我哋啱啱咧就即係探討咗，到底我哋點解喺呢個時代度有咁多人提問呢個問題咧？一方面有心理上嘅需要啦，一方面有時代嘅各種唔同嘅需求啦。咁我哋下一節哲學有偈傾咧，繼續探討人生意義嘅問題。下一節繼續傾。第二節哲學有偈傾，我哋啱啱咧就探討人生意呢個問題啦。而人生意呢一個問題咧，我哋就想講下點解喺我哋呢個時代度，好似特別對於人生意義呢個問題咧有咁殷切嘅要求。而我想補充我嘅觀點嘅，因為我同其他幾位師兄弟嘅睇法有少少唔一樣。我覺得呢個比較一個係普遍嘅哲學問題，就係無論咩時代或者咩時空都好，人類好似有普遍有呢一個咁嘅追求嘅。咁我想舉一啲心理學嘅實驗咧做佐證嘅。就係、是、有一啲俄羅斯嘅心理學家咧，我睇過啦，好得意嘅。咁啊，有啲實驗，那個實驗係咁嘅。那個實驗就係咧，揾一班小朋友，佢哋大概咧係三四歲嘅啫。嗰陣時啱啱學緊一啲詞彙，咁咧佢就其中一組小朋友咧就俾一啲生詞佢，大概三十個。咁咧就唔講俾佢聽點解，總之就話嗰啲生詞你記咗佢呢三十個字。另外一組小朋友咧，同樣呢一堆字，但係咧其實就話我哋呢一堆字咧，就用我哋玩一個遊戲，就係、是、買賣遊戲嘅。咁你把握到呢啲字咧，咁你就可以去街市買嘢啦。咁後屘呢兩組都做咗實驗之後咧，小朋友就發現到後面嗰組，即係講俾佢聽呢一個字詞背後意義，就玩呢個買賣遊戲嘅咧，佢哋記憶到呢啲字嘅能力係遠遠更高嘅。咁甚至再有一個情況就係、是、第二個實驗都係俄羅斯嘅一啲心理學家做嘅，就係、是、叫個小朋友企定喺度，咁咧佢哋發覺咧，第一組小朋友就咁企定喺度咧，冇講咩原因，企到一分鐘以上咧係絕無僅有嘅，一定一分鐘以下平均。但係咧，如果你同一班小朋友講，嗱你而家要做城堡面前嗰個士兵，你一個英勇嘅士兵嚟嘅，越企得耐咧，你就越忠勇對於你呢個國度。結果咧，往往平均咧係企到四分鐘以上。咁所以我從呢一啲心理學嘅佐證就覺得人類有一種好普遍嘅，即係對於意義嘅追求。你只要俾一個意義佢，唔知點解咧，佢無論就行動嘅動力上啊，無論就佢即係人生佢心理上或者記憶能力咧，都會增強。我最詬異係估唔到之後啲小朋友就係企咗一分鐘喎，咁長，而且最犀利嗰啲都係四分鐘咯，真係好。OK， 或者我講下甚至乎可以回應下嚴叔頭先講，未必個個人都會問呢個問題，但係你就好似話，劉寶就好似覺得呢個係普遍嘅問題嚟嘅，
人人都會問嘅。咁我其實贊成劉寶嗰個講法嘅，就係、是、其實人有理解呢個世界嘅嘢嘅一個要求咯。即係你無端端有嚿嘢唔知咩嚟嘅咧，我會一係就驚啦，一係就覺得不安啦，唔知點算啦。我要安置咗佢噶嘛。即係你係垃圾都好啊，你都話俾我知呢個係垃圾，或者係一個係啦。總之我要將佢將我哋見到嘅一嚿嘢。fit 喺我哋成個世界觀入邊，包括我哋自己都係嘅，即係我係一個咩嚟嘅咧？我應該要做咩咧？其實都要 fit 喺一個世界觀入邊，我哋先可以理解到自己，然後我先至知道我下一步應該做乜嘢嘅。咁所以人係有理解呢個世界嘅事物嘅一個要求咯。咁係我覺得係普遍嘅。咁點解頭先嚴叔就話唔係個個都會問嘅？好似佢就唔問啦，係咪？咁其實我個答案好簡單啫，就係、是、因為你有答案咯，就係、是、我本身其實我哋所有人都係嘅喎，好少人一出世就問人生意義咁樣嘅喎，你唔會噶嘛，因為我哋一出世好多時社會係有主流價值嘅，雖然我頭先話價值比較相對啦依家，但係社會有主流價值，跟住我哋好多時一出世咧就跟隨社會價值去做人，咁其實所有嘢我哋好 fit 咁樣好容易就知道佢嘅 meaning 係乜，咁我其實係唔使問嘅，直至到某一啲特別嘅 moment 咧，我哋會特別容易問嘅。譬如面對死亡就係啦，即係當我哋知道自己得翻三個月命咁樣，我哋就會問：咦，咁我聽日做咩好啊？我仲翻唔翻工好咧？我仲有三個月命，係咯。我所以咧呢啲時候咧就會 click 出嚟，會令到我哋去問究竟。因為死亡係令到原本講緊嗰個理解，嗰個舊嘅理解突然間唔 work 啊嘛，係咪先？未必係唔 work 嘅，但係至少死亡一出嚟嘅時候，係啦，就會令到我重新檢查。咁我重新檢查嗰啲意義咧，有陣時我哋覺得有意義嘅嘢，其實係大眾俾我哋噶嘛。咁我哋可能冇思考過究竟我應唔應該接受過。咁喺呢個時候，死亡就好似一個價值嘅拷問者，即係喺死亡面前咧，我哋要點解令我哋重新檢查咧？因為死亡使得我哋發現咗我哋僅餘嘅時間好有限，所以我哋要重新諗，我仲條命得翻咁短啫。咁我整全嚟睇嘅時候，我生命緊為啲乜，做啲咩先有意義？係咪咁啊？所以就開始因為如果生命係無限嘅長，其實你唔會錯過任何嘢，或者唔係會好做錯嘢咯，因為你唔會錯失嘢咯，你永遠時間可以任你做啊嘛，就係死亡好似劃咗條界咁樣，就變到有限嘅啲嘢，咁你就要真係諗下我應該做咩咯。如果無限長，我做咩都冇所謂㗎。所以就可以檢視我哋原本信緊嗰個故仔啦。逼你做選擇啦，或者好似朱文咁講啫。即係好似我有無限咁多錢咁，我係唔好使你買乜都得，都係免嗰集，所以我使你使都免嗰集。你唔需要反省金錢嘅用途。當你知道自己仲有幾多資源，即係我得翻三個月命咁，即係我得翻三蚊咁樣，跟住你攞嚟買乜就好重要。係啦，係咯。但我正正想喺呢一度即係轉向一個問題，即係頭先我哋其實講完即係呢個關於好多人關心人生意嘅原因，有時代嘅要求啦，亦都可能人類心靈係上本身係咁啦。我諗普遍都唔會否認，可能資質上有啲唔同。咁但係咧，其中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從一個所謂哲學嘅角度啦，去探討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咁其實有一啲人會質疑嘅，即係我有時喺我哋做呢個節目啊，我睇到網上有啲唔同嘅意見，譬如咧，其中一點就係、是、我哋要探討死亡嘅問題啊，快樂嘅問題啊。有一啲批評係咁樣嘅，就係、是、譬如咧呢啲二十幾三十歲嘅咁啊僆仔冇人生經驗，咁其實你哋讀過幾本書，有講咩上帝已死啊，講下咩存在主義啊、荒謬啊，然之後就好似處理到人生意義嘅問題。其實你哋有咩資格咧？我將呢個批評啊變成一個即係問題，佢嘅意思可以係咁嘅，就係、是、所謂回答人生意義呢個問題咧，似乎咧牽涉嘅應該係經歷。係啊，體驗嘅問題，你冇相關嘅經歷同體驗咧，只係讀過幾本書咧，只係紙上談兵。如果將佢變成一個再 radical 啲，即係極端啲嘅講法、就是，就係其實讀哲學或者讀書咧，對於你面對人生意義呢個問題咧，甚至係冇幫助添嘅。如果有人咁樣質疑你，譬如你讀哲學啊嘛，人生意義咁有咩啫？你講俾我聽。我年紀最細，咁我答先啦，因為我最受呢個 challenge 啫嘛，係嘛？喺呢度啊，至少咁唔係因為我覺得呢個講法有啲奸謀嘅。我理解就係佢話。即係咧，我哋人生需要嘅係經歷、係體驗，就唔係思考。即係咁，但我會咁講，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判斷，而呢個判斷已經牽涉咗佢，其實已經係一個思考嘅結果。就是、我覺得人生咪就係需要體驗咯，咪就係淨係需要經歷咯，唔需要思考噶。但係呢個你已經係思考過嘅結果嚟㗎啦嘛。咁所以當我問你點解你呢句説話啱嘅時候，你咪要同我討論咯，你咪要同我一齊思考咯。咁所以思考重要嘅話喺邊啊？就係、是、可以話俾你知到底嚟。我哋當我哋探討人生意義，最基本嗱，我哋應該點樣探討先？即係呢個至少我覺得係思考去幫到我哋。佢哋嘅回應似乎咧係思考的確重要，不過你冇練力咧，你冇得思考嘅。係啦，所以思考係重要，但即係你個回應似乎係講佢點樣思考啦。所以思考有個重要性，咁係嘅。係啊，佢哋會話你有咗練力先有思考嘅資格。
係啦，所以點咧？所以就同你，所以我咁講咯，我會話第一步，因為佢哋個講法就好似講到完全唔需要思考，我就會話唔係。OK， 咁然後之後我哋再進一步咁就dialectic咁樣探討就係、是、咁我哋需要啲咩啊？我覺得再進入去討論，我都會同意嘅，就係當然需要經歷啦。即係咁，即係好，我覺得好正常啫嘛。即係例如我哋講科學哲學，你唔識科學講咩啫？即係咁，你人生哲學都係噶，你唔識人，即係你冇經歷過人生，你講咩啫？即係所以我會同意嘅係一定需要有一定嘅經歷嘅，但係。是不是經歷得特別多就代表你特別有特別識人生意義？我覺得不是，即你的意思就是年紀大呢就是代表年紀大而已，等於呢他只是懂得面對到即是好好地回應人生意義。如果是這樣，我們走下去維園隨便找阿伯跟他談，那他們個個都懂，那可能真的那樣都可能，因為個個都是哲學家。那我試試問都是白水試試回答這個問題，就是那到底讀的哲學有助你怎樣回答人生意義這個問題先？唔係，我覺得首先要釐清個問題，因為我要講咧，因為劉寶 shift 咗問題，我一直講清楚。shift 咗，因為最初係問，如果有啲人話讀書係完全冇用咧，係啦，咁依個點回應？咁而家變咗就唔同啦，可能係劉寶就變咗。我想係 personal 啲嘅，其實只係即係個人哋，我會覺得有咩回應啊？就係我覺得好簡單嘅咋，就係你至少嗱，你話人生係一種經歷啊，然後咁我再問你，咁人生意義係咩啊？你就係咁同我講經歷，咁經歷啲咩啊？即係我會覺得你需要俾多啲解釋我嘅。咁原來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咧，哲學就有一個幫助，就係、是、我哋要去再諗多一步，咁到底我哋要需要經歷啲咩先叫做真係一個圓滿嘅人生，一個有意義嘅人生，而哲學就可以喺呢個探討俾到啲答案我哋咯。咁當然唔代表我哋唔需要經歷啦，我哋當然有咗答案之後，我哋都要去經歷。咁但係我會話有一啲係需要我哋去思考嘅。所以個回應嘅位置就係、是，如果特留第一個問題咧。你話讀書係完全冇用咧，就似乎未必嘅，因為就算你有經歷咧，你讀書似乎可以有某啲幫助嘅，可以作釐清啦，知道有啲咩問題應該問，或者甚至你有多啲概念上嘅工具，令到你可以，就算你有啲練力都好啦，你練力都要有工具整理，去令到你更加好噶嘛。咁但係你話係咪讀書就夠咧？就唔係咯。如果咁講就，即係白書似乎可以咁樣回應嘅。嗯，係啊，因為讀書比較多嘅專文咧，你點？唔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例如你問。究竟呢套戲有咩意義？呢本小説有咩意義？但係你冇睇過嗰套戲，就係紙上談兵，咁梗係唔得啦。係啊，冇錯。但係調翻轉講，書皮學呢個係，即係調翻轉講，你淨係睇完套戲，唔去睇多啲關於嗰個係文學理論啊，啲電影嘅理論，其實係一樣唔得噶。即係我意思係思考同埋經歷係相輔相輔相成咯，就係、是、你。學識咗啲文學理論，再睇翻套戲，咪越欣賞到佢嘅 meaning 咯。就好似人生咁樣，好似好哲學嘅嗰一個性質，我哋叫做，即係譬如我哋而家睇啱啱啦，評論英文 review 嘛。review 嘅意思，我係拆字咧，係啊，即係而家唔係純粹第一次睇嘅，想要再睇一次。而或者我做研究都係啦，係做 research 啊嘛。而呢個 re 字，我嘅理解咧，就係唔係純粹地第一次咁樣感受佢，而係一個反省嘅能力。就係而家，譬如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啦，係啦。咁但係咧，我哋有時冇去反省自己的人生，就好似嚴叔一開始即係提過嗰一點啦，就係冇喎。我如果人生活得好地地，通常面對住一啲問題嘅時候咧，先至會跳出嚟，然之後再問嗰個問題。而哲學有趣嘅地方就係咧，而家似乎有一啲前人佢自己諗過一啲問題，留下一啲足跡。咁所以咧，佢似乎我會用個比喻嘅，即係回應頭先嘅一啲質疑，就係佢似乎好似一啲旅行天書咁樣咯。即係旅行天書就係、是、而家有啲人經歷過，我可能台北旅遊天書或者東京旅遊天書，佢走過呢個部分，跟住寫出一個咁嘅經歷。咁其他人咧就可以透過閱讀佢本書，再走一次，然之後發覺有啲咩可以，咦呢、这個景點唔錯喎，嗰個景點咧其實慢慢地，咦佢嘅講法有啲問題可以質疑。咁喺呢個即係互相攻錯嘅情況下咧，可以培育到即係自己點樣選擇自己嘅人生。咁所以你可以話頭先呢個講法咧，就回應咗一個好多普通人都會 hold 嘅觀點啦，就係、是、其實讀書冇用嘅。掌握經驗就可以講到俾你聽咩人生嘅意義啦咁樣。咁我哋可以再落去講其他。其實除咗呢個觀點之外咧，仲有其他呢一啲普羅大眾會好嘅觀點嘅，包括咗其中一個就係、是、話喂，其實有意義人生好簡單啫，快樂嘅人生咪有意義人生咯。係咯，其實我細個嗰陣時就係咁諗啦，即係我其實我好早諗嘅，同葉叔好唔同嘅，做人做乜嘢咧咁樣，唔知做乜好咁樣嘅，我純粹覺得無聊啫。咁我嗰陣時就諗。咦，有乜嘢真係有價值嘅嘢咧？我數嚟數去，全部都係，譬如我有飯食啦，有雪糕食啦，有機打啦咁樣，有得落公園玩啦，呢全部都係令我開心嘅事嘛。咁所以，哇！如果呢啲係構成我開心嘅嘢嘅話，咁我成世人做一個 project 咁諗嘅話，咦？似乎人生嘅意義就係當我能夠用我嘅生命
最大化我每一個 moment 嘅開心，咁我咪一個幸福嘅人生咯，係嘛？你幾時開始係咁樣講？最大化呢啲好似唔係小朋友。唔係最大化係我而家調翻轉頭諗翻我細個都係咁啫。開心就有意義啦，總之。因為我好理性嘅，我細個就唔會話我呢一刻開心就夠嘅，我要諗聽日噶嘛。所以我都唔會話呢一刻就滿足曬咁樣嘅，所以我會長啲咯個時間考慮嘅啫。總之就係我成世人就要將用盡我條命嚟去令到我開心，係啦。Okay, 明白。因為康定嘅經歷幾好啊，啱啱就係將一個自我觀點，就係點樣同快樂同意義人生扣連起上嚟。我哋下一節繼續傾傾呢一個自我觀點。翻到嚟哲學有偈傾，我哋今日傾人生意義嘅問題，而家係第三節。啱啱嗰次咧，康婷咧，佢話應該係小小的康婷啦。嗰陣時細小朋友嘅時候咧，就諗過一個問題，就係咩叫有意義嘅人生咧？就係每日都好開心。而所謂每日都好開心，就係如果能夠將佢嘅即係每日中意可以打機啊，去飲飲食食啊呢一種咁嘅生活咧，最大化，咁佢嘅人生咧就充滿意義啊。而呢一個咧，亦都代表咗一種觀點嘅，喺哲學上就叫做快樂主義。咁啊，各位兄弟即係。當然都聽過呢個講法啦。其實討論呢一個即係關於快樂主義嘅時候，同人生意義有啲咩要注意或者點睇？康婷而家都未必會咁諗啦。即係一諗得清楚啲，就發現其實有啲即係哲學上有一啲都出名嘅反對嘅。咁其中好重要嘅講法就係有一個叫做所謂快樂機器嘅思想實驗啦。咁但係咁我而家講一個唔同版本嘅，但係同呢個問題比較相關嘅，就係而家我哋設想下有一部機器，總之咧佢係好勁抽嘅，就係咧你插咗入咗個機器裏邊之後咧。你就會快樂噶啦，而且係不停俾你快樂的感覺，即係冇其他經驗嘅，就俾你不停覺得好開心啊、好快樂啊咁樣。你細個最中意啲咩感覺，嗰種快樂感覺就俾曬你，不停俾你。你可以想象一個人成世就係咁喎。其實如果你想最大化你嘅快樂嘅經驗咧，呢部機係非常之成功嘅。個問題係咁嘅，就係有部咁嘅機器，你會唔會覺得一個插咗佢部機器嘅人係最有意義的人生咧？即係正常人覺得唔係噶嘛，因為你純粹快樂，你唔會覺得係有意義噶嘛，所以。如果大家認同呢個咁嘅機器咧，係證明咗一樣嘢，或顯示咗一樣嘢嘅話咧，就顯示咗其實快樂主義咧係有啲問題。快樂嘅人生唔等於係有意義嘅人生咯。當然可能有一個角色扮喺裏邊嘅快樂，但係唔可能係全部咯。即係快樂唔係窮盡咗人生的意咯，可能係一部分又好咩都好，但係佢唔係全部就係快樂咯。俾你揀，你都唔會入去部機裏邊啦。同埋我想舉一個另一個例子，就係你可以想象下一個人，即係佢成世吸毒嘅。咁可能佢好開心嘅成世，但我哋唔會覺得呢個人嘅人生好有意義。叫做有意義嘅人生啦。係我即係覺得即係所以反映到就係、是、喂，似乎快樂同意義未必等同啊嘛。雖然事實上大部分吸毒嘅人都唔係好快樂，呢個例子未必好好，我覺得。所以我想加嚴肅嗰個例子，諗多一個類似嘅 case 就得㗎，就係、是、有另一個人，佢真係做嗰啲嘢，但係一模一樣咁開心，因為同一個人啊嘛，所以佢 enjoy 同樣嘅嘢。佢一個係真係做嘅，所以有咁多嘅開心；一個係就係、是。令佢以為佢做一樣咁開心。按康婷嗰個講法，佢哋既然同樣嘅開心，佢哋人兩個人生應該同樣有意義㗎嘛。但我哋直覺覺得唔係咁嘅，所以就顯示咗意義。即係我哋直覺會覺得係真係發生咗嗰啲事，係真係開心。即係我考試考100分咧，要同另一個姐得我哋話多啫，以為考寫100分，所以一樣咁開心。但你會覺得真考100分嗰個咧有意義，有意義啲嘅。所以意義就唔能夠被開心窮盡咯。我諗。所以頭先呢個講法，即係我哋啱啱一個即係對於快樂主義一個檢討啦，咁亦都一個批評添啦，就係、是。人生的意義咧，呢個部分咧，唔能夠同快樂等同嘅，並唔係越多嘅快樂等於越多嘅意義。咁但係我估都唔係完全否定咗快樂有一個位置，係可能睇個理論嘅，我呢度再討論。但係頭先個 model 一開始咁樣睇法咧，就係嗰啲好明顯啲劇集啊，啲肥皂劇啊。即係做人最緊要開心，好啦，嗰只耶係啦，咁嘅。咁其實係有一啲問題，我哋發覺。咁如果即係呢一個我哋見到個理論有一啲問題修正咗之後，咁有啲咩後邊替補嘅理論咧？關於人生意義上，如果唔係快樂，可以仲有另一種嘅，就我覺得一般人都會覺得咧，就係你體驗到一啲好有道德價值嘅人生咧，其實就係一種有意義嘅人生。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有一個人。佢成世好循規蹈矩嘅，所有嘢都唔會違背自己良心咁去做嘅，佢樣樣嘢心安理得嘅。我哋會覺得好似佢呢種人生咧，其實好有意義嘅，即係佢體現咗好多道德嘅價值。係咪？就即係好似就算佢係唔開心嘅，即係可能佢幸福低啲或者
好好低咁先算啦。但係佢成世人做咗一啲好有道德上嘅嘢，係啦，我哋覺得咦呢個好似都有啲價值喎。尤其其實點解嗰啲道德嘅偉人之所以偉人，就係佢犧牲咗自己嘅開心啊。所以好多時都係咁啊。但我哋就會覺得好似做咗嗰啲道德嘅偉大嘅事業嘅人，就好似一個有意嘅人生咁咯。係咪咧？我諗白水會咁諗。如果我自己就唔係咁諗嘅，因為點解咧？點解？我覺得有啲幾明顯嘅例子就係佢其實做咗啲道德幾衰嘅，但係佢可能係一個有意人生咯。我例如我會覺得高更嘅人生係有意嘅，畫家高更，但係佢當年去大溪地畫畫係拋妻棄子，即係佢我哋會覺得，唉，佢好似做咗啲衰嘢，但係佢 overall 因為咁樣咧做咗一個。好似體現咗啲好重大價值，好似揚名立萬，好似追求到啲美，好勁嘅。咁似乎佢有啲嘢係多過道德嗰個問題咯。如果你講揚名立萬衰啲喎，即係我即係又揚名立萬，仲係藝術仔都畫咗啲好好嘅畫。而家畫對人類所有貢獻嘅世界，成個藝術世界、人類美術史，你方得好過我。係我 distort 咗高更人生嘅價值。即係高更呢個例子話俾我哋知，就算佢冇道德，但係佢都可以過一個有意義嘅人生。又或者我調翻轉咁諗啊，其實一個成世人譬如循規蹈矩，做曬好多道德嘅嘢，但係咧佢庸庸碌碌嘅成世人，即係翻工放工啊，好庸碌。不過咧佢就矮都唔攣死一隻嘅咁樣，咁然後就死啦。咁佢係咪一個有意義嘅人生咧？我諗。我哋直覺都唔會覺得佢如果冇實現個自我，所謂有好多時候其他噶嘛，即係佢冇乜目標嘅，冇乜啲咩大志，冇乜係啦，冇乜咩。但係佢係一個好人，好人係啦，係啊，派咗卡俾佢可以，而且每日做好人都出於一個好好嘅動機嘅，唔係純粹跟規矩嘅啫。但係佢就係冇所謂，所以自我實現。所以個好人卡會有個星嘅，但係你嘅人生就冇乜意義咯。所有都唔會同你一齊。但係如果係咁樣咧，即係我哋頭先啱啱咁樣傾啦，我哋好似舉咗幾個即係元素出嚟啦。第一個是快樂，但如果純是快樂似乎不是等於有意義的人生，譬如道德，道德都好像沒什麼講是正面價值，就很快已經被推倒了。不是有價值，我想我們成有價值，不過是不會說窮盡，只要有道德的人生就是有意義人生，有意義人生就是道德人生，這個等號畫不到。明白，我再加上剛才你講起高更，就是作為一個藝術家、畫家，那我當一個有美感的人生，我假設是這樣稱呼著先。咁而家好似各自嘅問題，咁我哋可以用一種方式去回應有意義人生嘅問題，就係、是、我因為佢哋各自不足者。如果一個人又快樂，OK， 又道德，跟住又有美感，咁咪即係簡單啲講，我叫呢個拼盤式思維啊，就係拼埋啲嘢一齊，咁儲卡啫，咁儲齊曬。呢個叫攞你命賺錢啊嘛，好人卡真係咁樣。呢個其實幾 fit 我自己嘅嗰個概念個區分。我覺得點解會搞亂呢，係因為我嘅理解咧，搞亂咩先？即係有啲人快樂同意義同埋道德呢幾樣嘢咧，我會認為咧，快樂係講個主觀感覺，道德係講緊佢循唔循規蹈矩，符唔符合一啲道德嘅原則。第三個就係佢過嘅人生有冇意義。呢三樣嘢咧。都是好的人生的一些要素的，所以我會說快樂的人生當然 OK 好啦，例如就算那個 Happy Machine 的人，他的人生都因為有某種 goodness 的好過大部分人的，但我說他是 pretty good because 他有 enjoy 到 pretty much 的 happiness， 但他不是但他不是過一個有意義人生，所以有意義、道德和快樂是三個好的人生的三大要素。但什麼是有意義呢？我就覺得我會承接著嚴叔剛剛講過的，因為剛剛嚴叔很強調自我實現一些東西，做一些東西出來。其實我的想法，即我是看了一些關於 Susan Wolf 一個哲學家的一些講法，我是挺認同的。他覺得呢意義呢，即個 meaningfulness 呢，不能夠還原為快樂和道德呢，那他獨立的意義是什麼呢？即意義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他能夠actively engage 在一些客觀地有價值的 project， 即是參與一個有價值的計劃裏面。我反而翻啲鬼仔嘢，而且呢個價值是客觀的，係啦。例如他會解釋點解我哋會覺得高更呢個人的人生都 OK 好啊，係因為我覺得他的人生 OK 有意義啊嘛，因為他又不道德，他又未必快樂啦。咁點解他有意義啊？就是啱啱頭先嗰個 point， 就是參與了一個藝術的事業，令到人的美感的境界可能提升了很多。咁呢個 project 本身咧 ，Susan Wolf 覺得咧係客觀地有意義嘅，而佢好 actively 參與緊喺呢個 project 入邊，咁所以咧就使得佢嘅人生有意義啦。譬如我對照一下，譬如如果有個人佢只係每一日都係派傳單啫，即係好似冇乜特別對於人類有咩貢獻咁樣，淨係除即
係咯，佢除非佢派傳單嘅動作有某種美感啦，係咁另計。所以咧，如果根據頭先你嘅講法，就係、是、Susan Wolf 咧就唔會肯定派傳單呢一個咧係一個有價值嘅，反而但係高跟嗰種就有嘅。或者我舉多個例子，即係所以佢有兩 part 嘅，一 part 係佢要主動做啲嘢，第二 part 咧係佢做嘅本身客觀有價值。咁例如佢點解話我哋主動做啲係重要嘅咧？就係、是、你諗下嗰啲你一諗冇最冇意義嘅人生係咩？就係、是、食瞓屙嗰啲，即係因為佢乜都冇做過。所以佢覺得有中意屙咧，嗱呢個兩個問題，冇站定嗰定。所以咧，佢覺得第一點有意人生一定要做啲嘢嘅，而且做嘅嘢第二點啦，就係要有意。第例如你可以掛派傳單，可能冇乜意，有客觀意義理想。例第二個例子就係一個 David Wiggins 講嘅一個例子，一個豬籠嘅例子。佢係主動地做緊啲嘢㗎，佢做緊嘅咩咧？就係好努力揾多啲地，種多啲種多啲農作物去餵佢啲豬，跟住賣走啲豬，再買多啲地。種多啲農作物，再為佢咁呢個係咪有意義啊？佢就覺得冇意義嘅呢啲人生，呢啲計劃本身係冇意義嘅，佢會覺得。咁我就唔明啦。你講咗呢個理論俾我聽之後，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其實我都唔知道我應該做邊樣嘢喎，因為我唔知邊啲嘢客觀地有意義嘛。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出世，我可能就揾錢啦、炒股票啦，跟住我成世人就係咁樣 engage to 呢一個 project 啦。但你然後話我知冇意義㗎。但係 Susan Wolf 嗰個回應咧，那個理論咧，唔係想話俾我哋知，我哋如果想揾意義嘅時候揾啲咩？佢就想講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哋以為，譬如有啲人會有啲理論會咁講啦，人生嘅意義咧，其實係你中意嘅啫，你覺得有意義就有噶啦，係純粹主觀嘅，對你覺得有就有。但係佢頭先我講下就有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我估，就係、是、其實咧每一個人如果追求喺有人生意義嘅人緊一啲客觀，一定係同客觀有關。客觀意思就係咧對所有人有效嘅，唔係你自己覺得有意義就意義嘅，係要客觀地對所有人都有效地咧，佢係有某個價值嘅。而嗰個價值如果即有冇客觀價值再傾啦，如果冇就唔 work 嘅呢套嘢。但如果有客觀價值嘅話咧，你起碼主動參與嘅嗰個計劃咧，要係達到緊或者體驗緊嗰啲客觀價值，先至可以稱得上你一個而一個有意義嘅人生。我加多句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可能講人生意義覺得好主觀嘅，即係第一個直覺。但係佢話你諗下，如果我問你，你覺得舉幾個有意義嘅人生咁樣啦？可能你會舉甘地、舉愛因斯坦、舉畢加索，啱啱嘅高更。其實我哋唔係好關心佢主觀地係咪好快樂地咩個？點解我哋會舉呢啲作為有意義人生嘅 paradigm case？ 佢話係因為佢就符合咗啱啱嗰個條件咯。但係調翻轉喎，即係你就話唔係好主觀地佢自己覺得好有意義啊嘛，因為我哋大家都覺得啊呢啲人嘅人生好有意義啊嘛。但我反而想問翻句，你諗下如果佢哋做咗呢一啲事啦，嗰啲偉人，但係如果佢哋自己主觀地覺得冇意義咧，嗱，所以佢都話要 actively engage 嘅，即係你會覺得 actively。我覺得可以咁講，如果設想個 case， 譬如甘地嗰啲咧，佢 actively engage 主動參與呢啲咁有價值嘅計劃嘅原因，係在於佢覺得係道德責任嚟嘅嗰個例。於是佢參與，自己未必覺得有意義。但係佢自己，但係對佢嚟講咧，其實佢都冇意義嘅。佢唔覺得咁樣對佢嚟講，佢唔覺得 enjoy， 唔覺得咩嘅，唔覺得即係實現緊自我嘅。不過因為佢都有個責任而要參與嘅話，咁會點咧？即係我會覺得有意義呢個概念咧，似乎點都有少少主觀面向嘅。即係如果一個人完全唔覺得真係投入嘅話，唔覺得實現緊自我嘅話，我好難相信或者認同。佢係過緊一個有意義人生咯，我會話。所以我甚至乎想再極端啲添喎，我直情會覺得係要嗰啲人自己主觀地覺得嗰啲活動有意義先得啊！即客觀，反而客觀嗰一面冇咁重要，直情甚至可能唔重要，係佢要好需要去，即例如我會覺得就係有好多人生，即例如一個家庭主婦嘅人生都好有意義嘅喎。唔係，但我嗰先釐清嘅點就係。Wolf 嗰個概念嗰講法，可能只不過係話咧，一個人生可以有意義咧，必定要有客觀嘅面。但係唔否認咧，佢可能都同時有主觀面嘅。呢個我諗唔係 Wolf 講嘅。所以佢 actively 個 engage 係 more or less 係咁嘅意思咯，係要有個自我實現。嗰個理論呢個位 form 得唔好啊？我估係咁樣嘅，因為啱啱講緊人生嘢嘅問題咧，啱啱就係原來到底佢係客觀有啲嘢喺度啊，定我哋主觀參與係重要嘅呢個問題，我哋下一節繼續哲學有偈傾。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我哋今日講人生意義咧，啱啱就提到可以哲學上點樣回應呢個問題啦。咁咧，我哋啱啱個焦點就係到底人生意義呢一樣嘢咧，係客觀地存在啊，定係主觀啦？啱啱轉到主觀呢個位咧，就想討論得深入啲嘅。我估阿全啱啱頭先啱想有啲嘢講。我有啲位置想再推進啲嘅，即係啱啱嚴叔幫朱文補充咗啲。咁我就會咁講，就係、是、可能咧，客觀地有啲價值或者意義咧，係對於個個人都好重要嘅。咁但我會話呢個面向唔重要，因為我會咁講就係、是，即對於有冇意義嚟講唔重要。係喺我哋回應人生意義呢個問題上，即可能即使有，我覺得唔重要。因為我會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我會話咧，就係、是、我好多時咧係要嗰個
活動本身對我哋嚟講有意思先最重要，所以我會強調嗰個主觀面。而即我會想引少少一啲沙特嘅哲學，一個哲學家沙特嘅理論去補充啦，就係佢會話咧，我哋人生有一種好徹底嘅自由嘅，我哋會透過我哋自己選擇嘅行動去塑造我哋自己嘅一啲意義、一啲價值啦。而我哋甚至乎會徹底地選擇埋嗰個行動對我嚟講有冇意義。所以就係即使呢個世界攤出嚟有好多好有意義嘅活動咧，但係都要我選擇咗佢，我認定咗佢。去先對我嚟講有意義嘅，即所以就所以你即世界上有好多有價值嘅嘢，係咁準㗎。客觀地，客觀地有價值，但你唔係我估係咁嘅，準確啲啦。就算個客觀世界有意義都好，或者冇意義都好，都要到最後係用我肯定佢，呢個先符合你嘅立場多啲。我覺得就要我去肯定佢，咁所以就係我去透過我自己嘅選擇同埋我所肯定嘅價值去創造我自己人生嘅意義。即係會咁講嘅，咁我就反對咯。你係啦，我幾反對呢、這個。O、okay, K、okay. 即係你嘅講法就係、是，就算呢個世界有一啲客觀嘅價值喺度啦，不過咧我唔認同嘅話咧，咁我都冇意義嘛。我人生係嘛？應該唔講，我唔認同嘅話咧，佢對我嚟講唔 matters 啊。對你嚟講唔 matters。係啊，即如果佢對個個，即係的而且確可能佢喺好多人都 recognize， 但係咁即係例如我用翻啱啱嗰啲例子，就係我過咗一個。好像高跟咁嘅人生，我畫咗幅好有意義嘅畫啦，對好多人嚟講。但係我對我自己嚟講唔 matters 嘅話，咁我會覺得我嘅人生冇意思喎。即使我畫咗幅咁嘅畫，首先，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客觀價值嘅話，而你唔覺得呢個對於你有 meaning 嘅話，你就錯咯，你做一個錯嘅判斷咯。因為嗰個價值既然係客觀嘅話，你應該要覺得佢係有價值先。即係你唔夠足夠嘅理性能力去把握呢個客觀價值。咁所以我仲有一個否認佢冇一個客觀嘅價值，有，只不過我唔。重視佢，或者我唔係我選擇嘅嘢咯。即係所以佢係將價值同有意義分開。我覺得係咁嘅。O K， 即係佢有意義，唔係佢有價值，但我唔 recognize 佢咧。只一就算佢有價值都好啦，對我嚟講都冇意義啊。我嗱，另外我有個諗法嘅，即係咧喺你個 case 就係某一個人，如果佢唔將自己嘅人生判斷為有意義嘅人生，咁佢嘅人生就冇意義㗎啦，係嘛？唔將自己人生係啊，應該係，因為係啊，佢嘅立場，或者喺我就覺得唔係啦，我就覺得可以有一啲 case 咧，就係某一個人，佢可能冇乜讀過書啦，佢唔係好諗嘢啦，跟住做咗啲其實好偉大嘅嘢嘅自己，跟住但係佢都覺得，唉，我做人都唔知做乜，冇意思。但係咧，第二個人可以判斷佢呢個人生其實係好有意義嘅，只不過佢自己唔知啫嘛。即係咧，如果你呢個 case 咧，就會排除咗一啲狀況就係、是。有一個人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人生，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有意義的。我會說的確他的人生是就沒有意義的了。是啊，因為他自己不知道，因為我會覺得主觀面很重要的，就是因為我會這樣說，就是你即使如果你過了一個所謂人家覺得很有意義的人生，但你自己不覺得的，那有什麼意思呢？我會這樣問。但我想補一補，就是我其實看不出你跟我有什麼分歧的，因為Wolf 的講法正正都是有兩 part 咯，就是要主動地參與一些客觀地有價值的東西。所以如果譬如 Turner 高更或者畢加索或者愛因斯坦發覺他根本就不喜歡科學，不喜歡畫畫的，我哋會影響我哋判斷佢嘅人生有冇意義噶嘛？佢同你反對嗰點係純主觀地，我只要認定呢樣嘢有價值。但我先講，一個，我覺得最大分別就在於咧，你用 Wolf 嘅理論去講嘅話咧，只不過我主動地參與啫。佢一啲客觀有價值嘅嘢，但係唔需要嗰個人自己賦予啊，覺得佢有意義嘅。佢可以出於譬如頭先我講道德價值，出於其他原因而去主動地參與嘅。OK， 但係佢自己認唔認同嗰樣嘢有意義，對佢嚟講係唔同嘅。有補充嘅 point 就係點解我會諗阿全點解嗰個講法咧會覺得？對自己主體覺得咁有意義係重要啦，對自己一個人，因為在於其實諗下意義呢個佢冇意義都係咁噶，你唔會有啲嘢好難理解咩叫客觀地有意義有時，因為意義冇意義佢係對一個人噶，永遠都係對你嚟講有啲咩意義。如果你諗下啲文字有意義都好啦，你睇對某個 speaker 某一個識講一隻語言嘅嚟講佢係有意義噶嘛，唔會話冇曬人啦，不過啲字有意義。我哋會覺得好古怪，因為佢本身就已經有啲主觀面咯。如果你咁講嘅話，你咪否認有一啲客觀自己獨立於人存在嘅意義咧？如果你咁講，我冇意思係啊，即係我覺得，所以我有時候我會話，咁你反對緊 Wolf 噶咯喎？如果係咁，因為我會覺得呢度有啲 verbal 嘅，即係一啲文字上嘅問題，即係嚴肅嘅講法，即係意義呢個 concept 咧，係一定係 to someone 嘅，即係冇話 meaningful itself 嘅，即係 meaningful to someone 嘅你嘅講法。但係嚴肅應該亦都唔會否定有啲 value 咧係可以獨立嘅咁咯，所以如果用翻 Wolf 嗰個講法就係唔好用意義呢個字咯，用價值呢個字會好啲咯。我諗嚴肅講，我又覺得應該用意義呢個字喎。點解？即係佢係同有價值或者 good 咧係有一啲唔同嘅，我覺得。咁我有個諗法啦，就跟呢個 Paul Ricoeur 嘅諗法啦。首先第一樣咧就係、是。
人生本身咧就冇所謂有意義定冇意義嘅，係要我去閱讀個人生，或者我去 judge 呢個人生，或者去解釋呢個人生，跟住咧我就判斷佢為有意義定冇意義。所以咧係要有一個讀者嘅，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是，即係如果有個人有一啲事發生咗，佢冇讀者去話佢，個讀者可以係我或者其他人啦。如果冇讀者去話佢或者判斷佢呢一個生命嘅流程咧係有 meaning 嘅話咧，咁就冇噶啦。即係咧，所以咧。有意定冇意咧，唔係客觀地黐實喺個人生嗰度嘅嘢嚟嘅，係要有一個另一個人啦，去判斷呢一個人生嘅流程係有 meaning 定係冇 meaning。有冇啲咩準則啊？咁係有嘅，不過比較麻煩。咁我講清楚啲嗰個類別先。咁其實就同你頭先講文字嗰個差唔多。咁咧，所以咧，人生咧就好似一個 text 咁樣，一個文本咁樣，或者一本小説咁樣。咁咧，如果冇讀者嘅話咧，佢純粹係一啲physical 嘅污跡啊，咁樣印咗喺度嘅啫，佢就冇 meaning 噶啦。所以咧，一本書啦，或者一本小説啦，一定要有讀者去讀佢，佢先至能夠有意義地存在嘅咁樣。咁我覺得人生都係咁樣，人生就係好似一個 text 咁樣，或者一本小説咁樣，要有讀者去讀佢，跟住先有意義嘅。而呢一個理論有一個後果嘅就係、是、可以唔只得一種意義咯，就係我可能比較少讀書，我唔理解自己嘅人生原來係咁有意義嘅。咁樣，跟住我咪以為自己人生冇意義咯。但係咧，可以有另一個人話俾我知嘅喎。其實即係你，我哋點解要尋求人哋嘅開解咧？我覺得好多時都係咁樣。我想喺呢度問一個問題，就是、會唔會所以變相其實只係話人哋話俾你知你嘅人生有意義咧、嗯？只係對於嗰個閱讀到你人生有意義嘅人嘅、啊、人嘅人咧，佢有意義咯，佢閱讀到你嘅意義咯。但對於你嚟講、嗯，你自己讀唔到。所以個人生有冇意義，同埋有咩意義咧？係相對於唔同嘅讀者嚟講嘅。係冇錯。你讀到意義 A， 佢讀到意義 B，、我就讀唔到任何意義咧。係有啲奇怪嘅呢、這個講法，我想企喺康庭嗰邊，就好似咧而家你哋講到每個人有自己一本書。OK，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同一本書，即係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好似而家我睇同一本書啦，就係、是、你嘅生命啦、嗯。我講到俾你聽，你有意義啦。咁其實我哋可以溝通噶嘛。即係我嘅意思就係你好似講到咧，我自己得一本書，你又有你自己一本書，所以咧我唔能夠講俾你聽嘅。咁、似乎唔係咁喎。我覺得康庭有趣個 point 就係喺呢一度，就係、是、原來佢有時佢揸緊佢嗰本書 ，OK， 佢原來有一啲位咧，佢讀唔到我睇到個 meaning。但係當我同佢講完之後咧，原來可以提升或者啟發，而呢個就係我。但係我問題，佢始終有一個可能就係我點樣同你講啊？你都係睇唔到嗰、那個。可以㗎，係啦，就好似。但係調轉你就調轉會拒絕咗我嗰個 point 啦，就係、是、我開頭話點解我哋透過讀哲學嘅理論可以對於思考人生意有幫助？而、家如果開頭好似嚴肅或者阿全咁啦，就好似每個人就只係可以讀到自己而 read 唔到其他人或者接受唔到其他人意見，反而有啲問題。我有啲想補下康庭，因為我覺得幾 insightful 嘅，就係、是、似乎説明到我哋有啲直覺嘅，就係、是、例如點解我哋咁怕被遺忘？就係、是、我哋原來過活咗七十年之後，完全被世界遺忘係好恐怖，比自己死咗更好。即其實你唔係好怕死，你怕被人遺忘，冇人再讀你嗰本書，令到你嘅意人生嘅意義就冇咗。所以其實令我諗翻起另一個哲學家 Samuel Schaffer 一啲講法啦，就係、是、好似嗰時我哋諗人生意義咧，好似自己嘅死好重要，但係佢其實就想講他人嘅死咧更加重要。即如果成個人類文明消滅咗咧，就冇人再讀你本書。其實呢個更加恐怖嘅。所以其實又説明咗點解我哋咁想一個世界留啲嘢咯，又留翻啲 chase 咯，有啲不朽嘅傳落去咯，就係、是、令到我哋呢本書可以不斷俾人讀，不斷賦予到意義咯。但如果到咗一日，即係説明生仔嘅意義喎。冇咗人讀，我仔讀我啊嘛又。係啊，我只係覺得你只不過覺得就係、是。人哋讀我呢本書咧，呢、這個活動係有意義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好值得傳承落去。咁然後我想回楞翻埋去啱啱劉寶個 point 嘅，就係、是、好似你就會覺得啊，好似兩者溝通咁，你咪可以話俾我知我人生有咩意義咯。但我就會話就係你喺呢個活動嗰陣時候，那個人嘅人生先開始有意義啊，就因為佢先知道哦，原來我人生係咁樣嘅。我會咁講咯，唔係咁樣先開始有意義啦，而係人哋講咗俾你知之後，我先至明白到我嘅人生係咩意義。即係咧嗰個 text 就好似一本小説咁，佢 potentially 俾任何人閱讀嘅，俾任何有閱讀能力嘅人去睇嘅，跟住所有人都可以去解釋佢。當然唔係任得你解嘅。咁係咪話我中意即係好似？你個沙特講嗰啲咩絕對自由，我唔知係咪咁樣啦，就好似任我解咯，我覺得呢有呢個意義就有呢個意義，咁係唔得嘅，因為嗰個 text 咧，即係用文本嘅比喻嘅好處就係嗰啲字唔係任得你解嘅，即係係有啲規則嚟嘅，係完全可以你即遭逢嘅事情亦都唔理解嘅，就好似未敢判斷咁嘅，我判斷自己或者其他人嘅人生有冇意義，其實就係、是。唔係任得我，我覺得佢靚就靚啦。你唔可以
咁主動地覺得佢靚就靚噶嘛，要用嗰樣嘢同你嘅配合噶嘛，所以咧就係你要同個 text 去配合，就好似讀一本小説咁樣，我讀到啲咩出嚟，讀到咩出嚟，但係咧個 text 係開放嘅。我自己最大嘅 concern 對於你個理論係，絕對可以讀到一個好貫容嘅 picture，但係咧嗰個 picture 出嚟其實係一個客觀嚟講係好唔值得過嘅人生咯。譬如我可以好 coherent 嚟，譬如我或者我講個例子，例如。有個女人咁樣，佢一世嘅 project 就係建立一個好好嘅家庭，咁直到死咧，佢都唔發現原來佢老公係呃佢嘅，原來佢一路利用緊佢。其實佢對自己嘅人生嘅閱讀咧係好 coherent 嘅，係一本好精彩嘅小説嚟嘅。佢以為自己人生有意義，但係佢咁結果就係、是。但係問題你咁咪唔 fit 咯？因為你嗰個人生意義就出於我作為一個讀者讀個 text 嘅時候出到啲乜嘢意義俾我啊嘛？嗰、那個意義就呈現俾我讀者因為我會所以對個女人嚟講，佢係咪有意義人生咯？而家我 work 嘅講法但其實唔係㗎嘛。就會話點解佢冇意義？因為佢呢個 project 本身就冇乜價值。我會話康廷咪可以話佢讀漏咗嘢咯。唔係可以係讀漏咗，但你仍然嗰個意嘅呈現係實噶嘛，係真係有噶嘛。嗰、那個人生作為一本書，係真係俾咗嗰個意佢嘅時候，如果你意係由嗰個主觀讀者角度出發講乜嘢為之意嘅話咧，咁自然就會出現頭先個效果啦。所以我覺得要加多個條件，就係你要考慮得成嗰本書嘅所有嘅資料足夠咯。我今天的討論都挺有趣的，當然啦，即係睇咁激烈，亦都冇可能有一個定論，特別由我哋五個人去決定到人生意義係啲乜嘢。但係頭先討論的方向非常之好，因為我哋就住即係意義係客觀定主觀的問題咧，作出很多嘅探討。咁其實頭先的討論正正符合我哋哲學有計傾，即係呢23集整輯一路以嚟的精神嘅，就係想對於個問題有一個深入的探討。咁我哋好相信咧，我哋嘅節目咧。就是能夠啟發到大家的思考，亦都多謝觀眾一路以來的支持。我哋哲學有計傾，後會有期。